大家好，我是2022的周文。今天蛮特别，我平常不会说中文的，我是在国外长大，所以今天蛮特别。然后第一个，这是第一次我体验 VR， 这是差不多两年前，我第一次戴，很快知道说，哇，这个是会改变世界，让我感觉说我戴这东西，我在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平常第一次人戴 VR， 说我的手在哪里？这是平常的。这是让我真的感觉说这个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到，这个可以医疗都。可是我的热情是音乐。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要加 VR 跟音乐一起，所以这个问题 ，How do you make music and VR in your mind？ 那现在那时候开始，VR 都没有什么内容 ，and music 音乐跟 VR 很好的 match。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今天做音乐是这样子，都是看很复杂，还是你可以看做音乐的软体。都还没有改变20年，都是卡住的2D 的想法。也是，你开始学音乐，学那个一个乐器，像钢琴，前面真的很难，也是很无聊。我记得我8岁，开始学钢琴，我很快，都是很快放弃。就是我差不多自己超过15岁学自己学那个吉他。我非常爱吉他，但那时候我开始，都是做音乐，所以，我们用 VR 做一个创作的音乐的平台，叫 Lyra， 你可以放个影片。VR 现在很难可以了解，这个我看一下你，大家你举手有体验 VR 过吗？差不多现在时间过很多了，我刚开始很难慢慢知道能了解 VR， 可是VR 现在说为什么要跟音乐跟 VR， 真的你在这个用你的不一样的。你的脑里面用那个 spatial memory， 所以你设计你用那个怎么说？说找你的 creativity 是真的用是会开发你的 creativity， 用不一样的地方你的。然后说我们公司刚好是差不多1年，哎，我们团队是5位。我们的背景都是做音乐，我们的 co-founder 我的背景也是做我是 full stack developer 18年，and 那个我们那个别的 John 他是专门是做音乐，他在台中 ，Ian 他是从美国，他的背景都是做电子游戏的，帮 Disney 跟 Sony 做。所以我们的 team 其实是很专业的，可是 VR 是完全新的，所以那规则都是要从开始。
所以我们这个几个月开始放杯了，我们都是很多的表演创作，现在要用用我们的工具，现在叫用表演，像 DJ 啊，都是去很多的音乐活动表演。所以如果有兴趣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加我们在 Facebook 跟Twitter 在 LiarVR， 也是我们的网站是 LiarVR.com。好，谢谢 Dylan。中文这么紧张？对，也是有一点。有一点，所以之前的分享都用英文。对，大部分都是用英文。OK， 团队好像几乎都是外国人。对，目前。为什么？是第一个问题是我找的 VR 的，也是开始有音乐，有创那个做设计。你的设计是指 the VR program or composers 都全部对，还是音乐加 VR 的人不好找在台湾？对，刚开始的时候。对，那所以你自己是从美国回来的？对。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在台湾创业，没有在美国？我觉得台湾那个开发的软体的文化有点。没有比那个 West 说西方，对，那西方的那边，所以我觉得回来这边可以看看，可以发展那个 ecosystem。可是那个 VR 跟 AR 现在是刚开始，and 台湾有这个机会可以跟硬体，可是台湾已经做硬体已经很棒，可是跟软体可以很好的，台湾真的会。所以你觉得是台湾的软体环境没有西方在软体开发环境这么成熟？对，反而是让你选择要回来台湾的原因？对 ，because want to grow the ecosystem more。OK， 也是刚好是，我只能看到台湾有很多这样子。OK， 真的有很多这样子。所以虽然它的 ecosystem 没有那么完整，但是机会跟 talents 也更多。OK， 好，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开发这个 VR， 你主要想要进到哪一个地区的市场？你帮我再说简单一点。就是你的产品想要到哪一个市场去？哦，现在台湾 Asian market 或 Asian market 第一个是美国。美国。对，我们现在开始在进军美国市场。To B or To C？ 现在是To B。To B。对，开始。To C 现在还是很早 ，VR 的市场那个 consumer 还是很早，也是游戏，这个对啊，这科技放 consumer 只能一年 ，OK， 这个还要一段时间 ，OK， 可是现在 enterprise 跟那个 B2B 是可以做得到 ，OK， 好，那你那个 B2B 的 B 是哪一种？是它是一个 performer 还是它是 music company？ 对，都是 music company 来发的。为什么 music company 要用 VR 来做他们的音乐作品？他们可以用一般的乐器就能做到了。哦，对。或者是电脑合成，其实也可以做到。对 ，music 跟那个科技都是连接，都是从开始都是历经过，也是你刚刚那个表演的，都是要用最新的 fresh 的东西。OK。VR 是下一代的用法，科技用。OK， 也是设计创作音乐。好，有人问说 ，Lara 有尝试过 Air Guitar Champion 吗？有。You ever tried Air Guitar？ 就是空气吉他的那个吗？问问题的 Charles， 你是指这个吗 ？Air Guitar Champion 就是空气吉他大赛。对。那个比赛。不打乐器，但是在。我有听过，怎么样？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以前的空气吉他大赛是只有动作，可是没有真正的音乐跑出来，但是有了音乐有动作，但是没有乐器，没有乐器，但是我们是真的是虚拟的乐器，对，
说你还是要学那个用那个月球。OK， 那像 Practical 它还是不能算是 Air Guitar， 因为它手上还是得拿 VR device， 你知道，它得还是得戴一个眼镜，拿一个那个 Vibe 在里面。干嘛这个时候拍我？好，好像还有一个问题，有人问说产品做出来了吗？单价是多少？就是你的一套的 device， 包括你的 software， 要卖给客户的话，怎么收费？哦，是看你的 setup 吧，你的 PC， 现在 PC 左右你可以，现在未来一直每年是差不多，要超过60000。So actually, you sell the PC or the device, you only sell them the program and the software you provide, right? 对，目前。所以他们只卖那个啦。So how much? 我们还在开发。还在开发，所以还没有正式的。还没有真的release。然后还没有正式的release。公司已经现在在 beta。好，去年他们有来 Meetup 跟大家互动跟展示，然后今年我们正在邀请他，所以希望他们今年排出时间之后，可以继续回到台北，让大家看到他们今年新的产品。OK， 好，谢谢。好，谢谢。